长期以来，美国打着人权的幌子，肆意干涉别国内政，却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处境不闻不问，甚至拱火浇油，暴露了美国一贯的双重标准和自私霸道的本性。美式人权已经沦为服务美国霸权和一己私利的工具。中方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，希望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、公正、持久解决。中方愿同包括孟加拉国在内的各方一道，继续为推动加沙实现停火止战、中东地区实现长治久安做出不懈努力，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